哇，这个水机也太小了吧！上面还有这么多的小零件啊！啊，看到这里一堆的小渣渣就知道，哇，这毛边啊，修理有多么的辛苦。啊，我们的船上面的炮啊，AA 炮啊，这些防空炮呢，基本上都已经弄好了。使用无数片非常小的被切割出来的遮盖胶布，将这些复杂的形状围起来。接下来呢，可以用稍微大一些的遮盖胶布的块儿来把它继续填满。整个过程也就是花个4到5个小时的样子吧。OK，终于全部完成遮盖啊，应该是包裹的相当的严密了哈。使用这种微积分的原理，一小块一小块把这种任何形状的边缘全部遮盖起来，可以放心的喷涂。好，下面咱们来用海尔烟灰这种颜色给它进行喷漆。第一遍的喷涂完成，等干，咱们好，第二遍已经完成了，现在等干。利用等干的间隙呢，咱们来喷一下绿色小飞机。好喽，小飞机喷好了，哇，看起来效果还不错。好，这是第三层的喷涂呢，也已经完成了。电体的颜色啊，已经均匀了啊，然后这个小飞机的颜色呢，放在后面好像也挺合适的。接下来我们等干一个晚上。下面我们用牙签来蘸取涂料，给这架飞机涂点颜色。好了，等干，小飞机差不多了，这个也 OK 了。下面我们把这里的遮盖胶布一点一点的撕掉。遮盖胶布一去除，效果非常的满意啊。之前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边缘啊非常的工整，就差洗字了。洗完字以后，效果会非常出众啊！花40分钟完成了对它的洗字液的擦拭，先把它搞脏。准备好了佐罗牌的煤油、一支笔，还有一块抹布。经历了2个半小时的擦拭啊，终于完成了。这个太考验人耐心了，而且我感觉我吸了很多的佐罗牌的打火机燃料啊，现在感觉神清气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底座的处理啊。大和五脏呢，算了，我们就不用原来的这个了，我们直接给它 3D 打印一块长条形的啊，消光漆，并且保护一下漆面。我们等干一个晚上，经历了一个晚上的等干呢，消光漆已经干燥了。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这个船啊去做一下配重。好了，经过多次的调试呢，位置已经找到了。不过有问题啊，就是这根支撑杆阻碍了电池的取出和装入。所以最终呢，我决定使用7号电池啊。7号电池的话呢，重心更低啊，应该说船会更稳。然后再使用适当的一些配重块啊，贴在船的底部。最终完成调频之后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船内的空间还是很大的，如果要装个发烟装置也是可以的。我油门呢也做了个限位啊，现在前进油门是全油门的80%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动力有点过于强大啊。倒车的话呢是60%，如果倒车的力度太大的话，这个浪啊鼓起来的水会冲到甲板上面啊。3D 打印的排排呢也已经准备就绪，并且粘上去了，来对它进行一个静态的展示。明天的外场拍摄，准备了这么一个便携的支架哈，利用船体内的电池和底部的这一个磁铁哈，把它正好可以吸在一块儿啊，然后运输的过程中就可以比较安全。然后我是表示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幸福快乐大水池，这一艘大和号战列舰啊，购买于8月18日日本武冈的大和号战列舰博物馆啊，有着非凡的意义。经过21天以后，今天9月8号啊，我们来到。幸福快乐大水池，哎呀，今天的水池啊，有点风浪，有点大呀。
经过20分钟的航行之后啊，动力丝毫不减啊，这四节电池2800毫安时啊，容量还是相当可以的。然后电压是4.8伏特，满电的时候现在可能4.5、4.6的样子吧，滴水不漏啊，感觉真棒。这次航行满分100分的话，我给你打85分啊。还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，就是些甲板上层的细节，主要我有点赶工，我就想急着快点下水啊，所以呢有很多细节做的还不够到位啊。但是动力系统的话，我相当的满意。纳河号告一段落，那么下一个项目呢，我考虑制作这一台朱姆沃特的驱逐舰。想回顾一下我以前做过的大和号战列舰，哇，拍了这么多集，发音，哇，太帅了，发音帅了，那时候的水质啊，非常的平静，大概是早上，5点多5点半，我是费老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